本身呢它没有任何的弹性，一点弹都没有。还有呢，它呢不论是黑色还是白色，上面都带有一点小金葱的线，但是有没有发现很不明显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哦。有些人觉得说啊，金葱的东西会不会很难搭，会不会很老气，跟大家讲这件裙子穿起来就辣辣的，而且非常的小性感好看。口袋的部分是做假的口袋哦，但最漂亮的是口袋的编织哦，超级美，我觉得这个是最美的。口袋的编织是用异材材质的那种绒布编织而成，其他都是一块布料，没有任何加毛刷、毛刷绒、毛呢，请台马、港澳、新加坡的粉丝放心。后面有一个拉链，方便大家好穿脱。如果呢你喜欢比较舒适，不要这样子完全合紧又高腰的话，建议你们平常买 S 号就买 M 号，买 M 号就买 L 号，这样。来，大家认真看一下它扣子有多漂亮，看不清楚的话请到官网上去看，它的这个超级精致。这个扣子啊，这一排扣子是假的，所以不用担心中间你的肉肉看不到，它是做一个隐形假的，它有一个安全内里在里面，黑色也有，这样子也 OK。 所以你说这个裙子到底要买什么颜色呢？好，这个啊就是我自己出门会喜欢穿搭的。那你说当然说这样配黑裙可不可以？完全可以。